观世音菩萨在世人的印象中有两种的形象，一个是古印度时期流传下来的观音菩萨像，另外一个是佛教传入中土了后所呈现的塑像。观音菩萨是闻声救苦、大慈大悲的正幻明如来，成就解脱众生、离苦得乐的悲愿，道家诸行来到娑婆世界度化众生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有讲到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解得解脱。观世音是观世间纷纷众生的忧悲苦恼，清除众生的痛苦，解脱度化到极乐世界。千树祈求千树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欢迎收看《观音菩萨传》。上一集说到，妙庄王为了求子，亲自前往西岳，并感动月神，华山圣地让妙庄王能够有香火传承，同时让乐善好施的释迦三兄弟同心投身行善度世。第一年，长子投身为大公主妙清；第二年，二子投身为二公主妙圆。连续两年，王后都生下公主，让妙庄王愁苦不已。即便王后一再宽慰国王，但根深蒂固的执念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放下，除非有新的契机发生。在热天，玉花园中的白莲花开得长水，迎风正红，香雾轻浮，有这么好的风景，妙庄王煞由头到面。自从妙庄王求子回宫了后，已经经过两年外。虽然这段期间先后有两位公主出世，但是妙庄王心心念念的是会当有一个后生继承王位。保德王后看妙庄王闷闷不乐，便在莲花池畔的凉亭设宴席，邀请妙庄王饮酒解闷。妙庄王虽然为着子嗣的代志未当开怀，但是嘛会当体会保德王后是出自一片的好意，所以勉强家己笑笑面对。妙庄王观赏池中的白莲花，微风吹过，白莲花摇曳生姿，莲花的清香借由微风吹过来，让人心情真好。妙庄王闻到会当安稳心神的莲花香，心情也渐渐开朗。伊甲保德王后互相传杯，开始有讲有笑。王后看伊心情好，自然嘛是欢喜，下令军机动演歌舞。这场宴会已经食到下暗，这个时阵妙庄王已经饮过量，行动摇摇摆摆。保德王后呼妙庄王回寝宫休息。隔天醒来已经是中昼，保德王后对妙庄王讲：“我昨昏做一个奇怪的梦，唔知影是吉也是凶。梦中我去一个所在，看起来好亲像是伫海边，四周围一片白茫茫。”波浪滚滚，无边无际，非常的惊人。我正在观看，忽然间风一声，海中央出现一蕊金色的莲花，浮出水面的时阵，大小蕊甲平常的莲花相同，离水面也真近。但是这蕊金色的莲花，煞愈生愈悬，愈开愈大。金光闪闪，照甲人的目睭用要睁袂开。我将目睭揢起来，正一下的时间，等我阁将目睭开开的时，这蕊金色的莲花变成一座
送你的心酸。保德王后做了一个梦，梦中她站在茫茫大海边，忽然从海中涌出一朵金色的莲花，莲花越长越高，不断绽放，金光闪耀夺目，转瞬间绚烂的光彩将金色的莲花化为一座神山，山上有许多楼阁宫阙和宝树珍禽。接着在其中一座山顶上涌现一座七级浮屠，浮屠顶端安放着一颗明珠，绽放出奇光异彩，庄严璀璨。刹那间，这颗明珠突然升空，转瞬间又化为旭日，接着轰的一声巨响，旭日竟落入王后的怀中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胎梦？在动乱的时刻，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安定的力量，伊让咱相信生活处处有光明，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，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画播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妙真王听完，心中一阵欢喜，伊对宝德王后讲：“你梦中所看到，分明就是佛国极乐世界的景象，是凡人真歹看到的。这当然是大劫的征兆。投入怀中，就是有新的征兆。爱车做一个梦，你这件一定会生好生，这真正是值得庆祝的代志。”保德王后听完这些话，自然很欢喜。这件事情传遍宫中，宫中上下都怀万分的希望。自从那天开始，王后渐渐出现有新的征兆。经过两三个月，肚子明显大起来，王后的身体很健康，只是鱼肉之类的荤食一点也不能入口。平常时最爱吃的东西，只要是粗的，他就会想要吐，若是勉强吃一嘴，就会连打汁都吐出来。大家认为这是有心的人恰恰有的现象，就无感觉有什么奇怪，哪会知道这其中其实有一番的奥妙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保德王后生产的日期越来越接近。妙真王感觉对西岳庙求子到王后做明珠投怀的梦，种种的迹象都显示王后怀中必定是好生，所以他非常的欢喜，叫大家要开始准备庆贺的事情。也因为安尼，大家拢真无闲。二月十九迄一天，保德王后伫玉花园散步，天空突然出现五色祥云。特地王后甲宫女对天空观看时阵，王后突然间感觉腹肚一阵剧痛，宫女赶紧将保德王后搀扶进寝宫。王后的阵痛愈来愈明显，三宝已经伫边啊待命。伫王后将要生出囡仔时，寝宫内底飘出一尊一尊真特别的香气。同时，大地发生六种震动，雷鼓喧天，满山遍野，天光射出一道光芒，照着山脊树木，献出一片灿灿金光。所有兴林国的百姓看着拢讲：“阮国家要诞生一位圣人啊！”这个时阵，妙真王甲大臣当在参议调整，一名宫女走来妙真王的面前，禀奏讲：“王后娘娘拄则为陛下添一名公主。”请陛下赐名。
从妙庄王到西岳礼拜，接着王后又做了明珠入胎的梦，再加上三公主出生时天空五彩祥云，大地震动，光芒照射山野，种种迹象显示妙庄王的三公主注定一生不凡。千手观音的故事有说起源于河南平顶山香山寺，香山寺全称香山普门禅寺，始建于东汉，是中国最早的佛寺之一。香山寺主重千手观音，香火旺盛。根据《香山大悲菩萨传》的碑文记载，妙善是楚庄王的三女儿，出生于阜城，出生时不喜而静，扮相端严，五色祥云覆盖其上。观世音菩萨以妙善公主的身份示现广大布施的菩萨行，从发菩提心到成就佛道，在现象中有无数的障碍，布施无数的头目手足。妙庄王一听保得王后又个生下做囡仔，当场心拢冷气，一对圣上就定讲，寡人即马已经超过60岁，只生三个查某囝，这片大好的江山，歇坐无人啊！可惜我这一生，龙马之功将要付诸流水，叫我如何死掉的面目？赵定苦劝讲，生后生也是生祖囝，这拢是上天的安排，唔是咱会当改变的。陛下爱神保良体，等到三位公主大汉成人，选择三位驸马，等陛下万岁以后，再对三位驸马当中选择会使托付江山的人。帝王有王子，当然是由王子来继承，如果无王子，也会当予子嗣承先继后，复兴邻国，世世代代兴盛，如同家己的子嗣一般。陛下何必忧愁？神会记得以前尧德贤禅位复孙，也是这个道理。妙庄王听完赵定的苦劝，内心小夸宽慰。妙庄王回寝宫探望保德王后，一问宫女，王后生产了后身体还阁好无？宫女回答：娘娘生产的时阵，有真济丁琴艺秀，记在花园的树顶唱歌，就亲像在演奏声乐。房间内也飘散奇异的香味，久久不散。过不外久，三公主就生出来啊！即马母女两个大小平安，娘娘的精神真好，公主的哭声真大声。妙庄王听完，伫心内想：这个第三组囝出生的时，身轻一秋，又想起王后有心时的梦境。感觉这个早囝出生不凡，有慧根，再加上生得真端庄，观秀美丽，伊亲手书写“妙善”两字，作为三公主伊的名字。其实，妙善公主降生了后，不断有惊喜的代志发生，像普通的婴儿出生。身上加减会有垃圾，爱擦清洁。但是妙善公主不但唔免清洗，伊的身上也散发出轻轻的香味。刚一年，邻近的国家武力来犯，妙庄王出兵擂鼓台，第一阵就打赢，连续几阵落来击败敌军，取得胜利，复兴邻国。享有太平盛世，三公主妙善为善堪称妙，而身有慧根，从怀胎受孕到出生都和两个姐姐有很大的不同。在保德王后胎中时就不喜欢荤食，
每每王后吃到荤食，就不自觉地反胃呕吐，直到换成素食才有所改善。而妙善公主长大后也很自然地如素，行为举止更是悲天悯人，乐善好施，尤其喜欢修学佛法。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，随类化现。当众生处于痛苦危难之际，只要能够一心称颂观世音菩萨名号，菩萨便会及时观其音声，前往救助，帮助众生消灾解厄。修行要成就佛道，首先要发大慈悲心，因为慈悲心是菩提心的前方便。有了大慈悲心，再慢慢提升进化，达到《金刚经》中所说的无住身心，就是真正的菩提心现前。因此，要有众生才能发慈悲心，才能生菩提心，才能成等正觉。妙增王在宫中欢宴的第三天，命令宫女将妙善公主抱到大殿，甲众神相见。这个囡仔在寝宫中非常的乖巧，没想到一来到大殿，看到众神吃大喜大肉的精神，马上放声大哭，骗拢骗袂掉，就连年母要饲伊啉奶也拢无效。众神大家赶紧停止，妙增王也是满腹无爽快。这个时阵，看守殿门的侍卫上殿讲，外面有一位灵长老者，伊讲有宝物要献予公主，求见陛下。妙增王命人选伊到大殿，老者身风得骨，品貌不凡。妙增王问伊，老人家，你叫什么名？倒位的人来到这有什么代志吗？老者讲：卖问我的姓名甲来历，我今仔日来这有两个原因。听讲大王新添一位妙善三公主，伫这宴会大神，所以我特别过来，一来向大王道喜，二来要将公主的来历对大王说明。妙善三公主伊是诸行大师转世投胎来解救世间万般的劫难的公主。妙增王听完哈哈大笑，老人家你看起来老实规矩，哪会这么黑白讲？一位诸行大师无在西方极乐世界享受清福，刷清降生人世间受苦，投胎做凡夫俗子，这种讲法哪有合常理呢？这是你胡乱编造的话，竟然想要骗我。老者讲，大王有所不知，佛门修行的人虽然拢抱持着出世成佛的观念，但是也不是无抱着立世度人观念的人。诸行大师伊就是因为看到世间人罪孽深重，苦厄难消，才会发顺声救苦，济世救人的宏愿。这次投胎立世，哪会无可能呢？我只是一个老人，哪敢在大王的面头前讲白菜？这件代志是千真万确。妙增王回答，就算你说的话有一些来历，但是诸行大师法官立世度人也应该是化作男性，不是投生做女人，这也是超过常理的事情，我就是不相信。老者说，善哉善哉，这其中的缘由是天机不可泄露，要怎么向大王讲清楚呢？信也是不信就由在你了，总有一天你会清楚的。就在妙增王跟老者说话的时候，尼母抱在怀中的妙善公主哭得更加厉害。
妙尊王听到细汉查某囝哭声，心头一动，向老者讲：“老人家，你既然知影我一个细汉查某囝出生的来历，你一定是一位得道的人。即马三公主一直大哭，你敢知影这是为虾米？”老者笑笑回答：“当然知影，这一切拢是有前因后果的，无我唔知的代志。”观世音菩萨与娑婆世界的众生因缘深厚，虽于无量劫前就已成佛，视为正法名如来，但因度众心切，又诚愿再来示现菩萨身，誓愿救度一切有缘众生。所谓瓶中甘露常片洒，手内杨枝不记秋，千处祈求千处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千百年来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救众生于水火有求必应的故事也广为流传。即便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，也会将观音视为慈悲和智慧的象征。观世音菩萨修的是耳根圆通法门，又有寻声救苦的大愿，所以这里的观察不是用眼睛来看，而是妙观察智，也就是用慈悲智慧之心来倾听世间的疾苦。因此对观世音更贴切的理解，应该是用心观察倾听世间一切苦难的声音。感谢您的收看观音菩萨传，我们下次再会。在动乱的时刻，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安定的力量，伊予咱相信，生活处处有光明。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；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来好请
当作渡人。